一生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出人必胜教人所提供的节目。今天是八月七八，然后爸爸节，农历的也不用说爸爸节，然后但是我们这是八八龙华盛会，也是我们八卦祖师圣诞千秋。然后今天的天气算不错，也蛮热的，在这里祝大家健康快乐，合家平安，然后吉祥如意。那今天是龙华会，当然就是来听一段龙华会比较较应景，然后来安排这段龙华会。现在把龙华会听一段，然后龙华会咱要讲起母牛，伊呢，和咱呢，和拢总是一个教育，伊的准则就是咧叫咱人爱做好。龙华会嘛是一个，吼，我昨有讲的，嘛是一个考试场啊，吼，啊是哦，去龙华。去龙华会唱诗啦，吼，唱赞啦，吼，啊是讲吼，去啊会啦，吼，啊，就是讲人甲人之间，吼，啊，到底你的
文艺诗意有外观的组织，然后啊，就是在那边现场的，哦，人讲会教，有人讲啊对教会教，吼、哦、啊去甲母牛呢吼交成绩单啊吼啊交成绩单，那有这样的这样的说法啊吼，但是咱母牛嘛是要甲咱讲年吼月，即嘛就是咧。讲到咱即嘛年年月月，吼、哦、爱拢爱去注意的吼、哦，所以即几句话嘛，希望讲吼、哦，咱会当来加减啊，甲听啦吼。伊、哦、讲心即善气，言益寿，积恶积地病招灾，归宗返本去善恶，平得行事无心为，万善当归积善积。欲心贪乱处昏迷，修习学道重戒律，心达淡寂欲静心。若人观知世相空，精进度脱世无常。时逢罗恶照世间，业障如海深无底。光心颠倒心攀缘。不得自在常受苦，舍得舍得得利是解脱，无地之人为正贪，正为世间良福殿，知足是心灵财富，迎春立福年年事，不知年后岁减年，相亲在同为最富。应当孝顺行在心，以恶作心为恐怖，思受因果诸苦报。刚信修木心修道，原地专识心开通。世间讲钱烧交叉，人情所欠为家贫。为什么咱的母女会讲这个？吼、哦，咱心肝若积善气，就会当延年益寿；吼、哦，啊若积恶，就会治病招灾。啊，这是事实的。啊，这唔是咧讲吼，啊，咱人呢吼爱安怎做安怎做，其实积善自然就会消灾，积善自然就会积福，那是一定的。迄就是一个法理，嘛是一个常，咱底下讲常理嘛，就是一个常理。啊，既然是一个常理，吼、哦。咱母娘甲咱讲，归宗返本，吼、哦，归宗返本，咱大家嘛知影讲，要安怎来做这个账，是归宗返本。吼、哦，人呢来到这个世间啦，吼、哦，咱讲久久啊嘛无久啦，吼、哦，啊讲长，啊到底是有偌长啦？三万六千日，时间嘛是会过啊，吼、哦，啊时间既然嘛是会过，那你讲万宗万善同归。拢是爱积善啦吼，欲心贪乱吼，处处昏迷。修习学道重戒律，心达就是咧讲淡寂欲静心。人呢吼，就是咧讲着世间啦吼。西方即马即个落世时阵，业障呢都敢那海遐尼啊深。咱人呢袂使吼，啊人讲光心颠倒，如果那是。苦攀缘的时阵呐，咱人不得自在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正为世间呢吼，啊是上苦痛的时阵，就是咧讲到咱今啊，吼、哦、这个时机啦吼、哦，所以咧讲到讲迎春立福，年年事，当年拢爱过年呀，当年拢爱迎春无爱呀，吼、哦，啊咱讲啊八月初八，八八龙华，八八龙华呐过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今嘛安尼个想，八八龙华呐过。吼、哦，九月初九，重阳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无偌久，是毋是又过是迎春立福？啊，讲迎春立福，年年拢爱办的代志啊，但是毋知讲年后岁月会减吗？吼、哦，过年啦，过咱就过一年就减一年，过一岁就减一岁啊。吼、哦，讲了道理无？伊讲咱人啦，正思维世间的良田呐，吼、哦，知足是心灵的财富，安尼甲听。哦，唔是足深的，但是伊甲你讲，迎春立福，年年事，唔知年后会减年啊。哦，那是有厝内底相亲在同，是咱上界好命的。哦，
嘛是上界安怎富贵，因为咱也够有父母，吼、哦、当前和咱友好，吼伊嘛是咱甲恁讲啊，吼、哦、世间讲钱烧高亲呐、啊、吼，伊讲唔是钱，吼、哦、是咧讲人情疏浅。啊，咱人现在人情疏浅，就是因为咱家庭较散，啊，所以人讲吼、哦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呐、啊，贫在啥闹市无人识。名利之心爱欲念，皆是商人心中梦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假名而起，念念利，消耗心神，速尽气。外心妄形，体虚空，多转得弊，积于行。多思多虑难成事，修道不涉虚为造。人生攀缘万不行，耗散心神，就是咧讲啥名利的心。吼、哦，咱即马咱人生生，大家都安尼，假袂，安尼讲，假袂提，教袂背啦。吼、哦，就从咱我咧念要来趁钱，三家买半嘛行。伊讲安尼呢，吼、哦，虽然咱讲古早人讲叫做骨力，但是会消耗咱人的心神，会缩低咱人的精气。伊讲外心妄形，吼、哦，外心妄形，咱人呢，那如果讲无甲这个。道德专逼，你真贪足济啦！啊，总嘛是有一空会甲你了。多思多虑难成事啦，讲修道不涉虚为造，合天地生根，吼、哦、合天地爱入大道的门，你才会当永久啦吼。自私自利有欲望啦，咱母娘嘛甲恁讲，讲劳神伤气啦，就敢若咱这个吼、哦，咱讲水。诶，漩涡同款啦，吼，切断生命是可惜呢。吼，修身正本清源法，生生尊尊延寿命，万物属有大道无，天地万物其所生啦。讲有心之心是人欲，无心之心是天心。所以如灵无欲以养性，自然光环以寿命。道人应无本经略。本经缘，才有成功的日子啦吼。那这是吼啊，人讲诗文讲短短啊，要让咱了解。但是宝娘呢，吼、哦，伊咧甲咱讲的每一句话，绝对是有道理的，然后有道理的吼。哦来，今天就是八八两花会，母娘靠五家啦吼，母娘五家换灵芝。Thank you.
五家犯灵儿，为一家、二家、三家、四家、五家唱到完哦。哇，好久嘞吼，时间嘞一定爱吼，有真济时间啦吼，才十五分，啊十五分嘞吼，啊十五分嘞，咱一点钟的时段时间嘞吼，啊所以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听啦吼，啊就咱听一段啊，听一段安尼，啊感恩母娘啦吼，哎因为我庙五家犯灵日嘛只有足济人点嘛吼，嘛真济人爱听。啊，咱岛人呢吼，长有一位师兄啊吼，伊就讲哦，梅长师姐，你长播一段吼《普陀观世音》呐吼，伊讲哦，真好听呢，吼《普陀观世音》真的很好听，吼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也是啊有爱听的啦吼，想要听什么啦吼，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啦吼。即嘛要来讲一个趣味的吼，啊，就是讲吼，有个人在咧讲爱电啦吼，啥物叫做爱电？有个人会讲吼，哦，我哦，食菜呢，我食偌久啊呢，吼，啊，我修道已经修偌久啊呢，吼，啊，修道修偌久，食菜食偌久啊，吼，安尼呢吼，啊，咱有个人会感觉讲。食菜甲收刀，咁都爱提出来互讲，啊，咁提出来一定爱提出来互顶，啊，提出来顶嘛，嘛唔是安尼啦吼。修道修道就是心，修刀伊个涵养的人，伊袂讲伊修刀啦吼。啊，所以讲道人吼，足土的就甲讲，啊，你心肝歹，唔知系咧修刀。人阮心好得啊，我无修，我嘛是讲我那咧过，会去用吐槽我，会啊。哦，修道修道就是心，是修心，是养性，唔是咧演，唔是咧吼咧演，嘛唔是咧电，嘛唔是咧演红看。吼，啊，咱若年纪轻轻的时阵哦，咱都入道啊。吼，啊，咱也阁唔知影讲，啥物叫做自傲。吼，有的时候自傲呢，吼，会向人家宣传呐。哦，我吼即马修个灵界偌悬咧，哦，我即马会通咧。吼，啊，老前辈呢，吼。那如果讲是真正有修道的老前辈，来看这少年啊，吼，因呢讲迄个话啦，马上会去用骂干呢，狗血淋头，是安那讲？因为讲，伊会甲咱解说，伊讲贵修道贵就贵伫这支嘴啦，哦，老前辈会向我们解释，不是干那甲咱骂呢，伊嘛阁会甲咱解说。讲修道宝贵是宝贵是啥？宝贵伫你的心。唔是正伫你个口，吼、哦！每每向人讲家己是修道修到安怎，境界偌高，吼、哦！要证明啥物，吼、哦！这拢是吼，甲心明搬出来，吼、哦！讲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又搁做袂到，吼、哦！但是你又很喜欢讲，吼、哦！遐、那個，吼、哦！咱讲灵感显化个代志，吼、哦！啊，讲到修道，就讲甲嘴甲全破，会去予老前辈，会甲咱。会甲咱教育啦吼，甲咱讲修在心吼，唔是伫个嘴个吼，伊会补上一句话啦，讲今生会修道、会学道，是因为咱呢知影过去有因有果，所以咱才过来这个世间来转世，佮重新有一个肉体，因为咱的心性无正，心无正，意无定，吼，脚步行了无实，上天呢佮佮要求。好难过一届来，哦，才会要求你，哦，所以讲哦，咱会过来世间，会过来接触到这个道理，接触修道、听经闻法，拢是啥？拢是，哦，要来补的，无够不足的，哦，所以咱才会讲哦，爱来过来修炼，天地间的拢是安尼，哦，道是要创啥？其中的意义是要创啥？吼、哦，是要让你怀着这个忏悔心，你唔是吼，吼、哦、讲要来让你讲哦，我呢哦，要来去倒位啊，吼、哦、三步一跪，五步一拜，我的目的是要创啥？吼、哦、啊，因为修行，我都是要来对方加持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要来吼、哦、啊，对啊，什么山，什么神山吼，倒位啊，吼神足兴，三步一跪，五步一拜，用靠用提的安尼去哩，你就是因为身。好、哦、身意
拢总需要改善，嘛是需要啥？需要有忏悔的心，需要有归罪的心，所以你才会安尼做。啊，你若是一个无求的人，什么叫做无求？无求就是说，我今天来拜母娘，我是用恭敬的心，而且我是非常堂堂正正的公正的心，我会当一步一花，一步一花观赏着母娘的教育。啊，咱唔免讲吼，一定爱遐跪个脚破皮啦吼，啊，一定爱吼，一定爱伤心甲底下遐磕头磕啦，伤心甲底迄个所在安尼吼，有诶哭甲死死混混去。哟，其实那是灵的苦，因为灵因为艰苦，吼，因为艰苦，得要来酸酸，吼，咱讲吼。啊，宣泄一下，就是讲要来讨一下气嘞。有时阵呢，修行是足苦修的，吼、哦，足苦修的。有的家庭会真济乱象，所以呢，人家讲你这就是爱修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这爱安怎啦，啊，所以讲无做袂使，爱、啊、到一面苦，吼、哦，啊，还佫厝的家庭动荡啊，佫一堆，你佮招出来三五天，吼、哦，来遐来遐行来遐行，专心跑透透，我咧讲，伊心肝所有的苦楚。绝对是爱安怎，绝对是爱讲爱讲个母娘听，吼、哦，啊讲个先生听。你无讲个母娘听，无讲个先生听，吼、哦，伊就会靠数，吼、哦。啊，有时啊，咱家己先靠靠啊，了后，哎，灵个会甲咱斗三工，吼、哦。白话讲讲，佮换讲灵语，吼、哦。这拢是吼、哦，咱讲咧灵学个时阵所会拄到个，但是呢，吼、哦。嘛，未使讲吼，咱拢惯习啊，拢讲哦，人阮吼安怎拄啊，我对当时就开始修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当时就开始食菜啊，食菜嘛免讲互听，有食嘛，无食拢免讲互听。你有修无修，比人看得足清楚，唔免讲你阁讲啦，你再讲，吼、哦，等于就再重复，再阐来展示你家己利益，人看得拢知啦，看有啦吼、哦。所以咱定咧讲吼。道教提倡的吼，你伊咧修的就咧讲吼，道修今生吼，啊佛修来世。先来讲道爱修今生，佛要修来世。咱定定听到人安尼讲啊，讲道是修今生，啊佛是修来世。吼，咱即马定定谈着讲啊三世因果啊，吼三生三世就是今生、今世、来生这三项阶段。哦，咱定咧讲吼，啊几千年的传承。哦，道教为什么一再讲修今生？来世敢袂用做为修吗？为什么修今生较重要？吼、哦，生生不谈来世，是安尼讲，成仙不谈来世。有俗语讲的拢讲，精不言明，道不言修。吼、哦，伫道观中咧拄到，吼、哦，咱讲白发苍苍的老大人，仙风道骨的老道长。吼、哦，起初伊忌惮，啊！你今年几岁？哦，老道长，你即卖咧几岁？伊未去甲讲，已经几岁啊？吼、哦，道教追求就是长生久世，即便是不谈成仙与否，但是伊活了，吼、哦，伊真超越，所以叫做谈今生的说法。吼、哦，谈今生的说法，讲伊活了真超越啦。吼、哦，伊无意识无精，吼、哦，所以伫道教中咧，吼、哦、伊。无爱甲你讲年龄，嘛无爱甲你讲伊安怎伊安怎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伊唔是惊死，嘛唔是怕死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修真的人，吼、哦，咱讲修真者，修行的本质就是做到长生，吼、哦，长生就是什么活较长，但是你爱活的有啥？像咱咧讲的，心口意未退，咱讲未退转啦，搁一样就是。脚手未慢顿啦，目睭还阁看有，脚咧行还阁会当行，吼、哦，这伊是咧修今生，今生这个乐修，乐修就是啥？你有快乐的心，然后呢吼、哦，这个修缘是因为你的健全的身体、健全的肉体，才到百几岁，你有法度安尼行煞，唔免互世事甲你扶持，这才叫做真正长生，也叫做长寿。吼、哦，长生个长寿，吼、哦，啊！你像我咧讲，多滴滴啦，这样请外劳要来冰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来七星窟啦，来换药煮啊啦，这种个拢不是长生，也不是长寿，这种个叫做受苦，这叫做受苦。那你但修行来世啊，都、就是承认了讲，这个死亡的存在。先来讲，有来世，绝对都是往生嘛，都死亡的存在啊。
所以修行者呢，修行的目的就是在讲，咱即嘛伫长生的哦，论长生不是论年龄，真正的你长在这个人世间，你的生命价值观在哪里？你的生命价值观伫对，这叫做论长生。哦，其中的积阴德福报也都是在今生。你好好啊，好伫今生。好，古早人有讲，今生不知前生事啦，今世何必修来生？是唔是咧讲来生未使？是讲爱甲当下即世人，你真正过了人生有意义。好，唔是一直甲寄托伫来世。好，寄托伫我阿伯要安怎，我阿伯要安怎？你爱甲你的今生。放在今麦当下，你活了足欢喜，你活了足快乐，你活甲子孙吼，袂互你烦恼，啊，你嘛袂起烦恼。这哦，今生我唔知影我是啥啊，来生我一个嘛唔捌我，因为这灵魂咧转换嘛吼。那管啥物今生来世呢？吼，我的今生的代志，我即世人吼，我嘛袂执着，是安怎？因为咱知影讲，迄、那个来世。绝对有因嘛，无因咱就未来。来的时阵，不管是苦的果，你嘛爱甲承受；不管是乐，你嘛是爱节制，吼、哦，未使甲超过。吼、哦，咱定讲享受嘛爱拄好就好。啊，阵苦，咱若有法度转换。古早人，吼、哦，人古早人，你也看，担一桶油啊，担一担油啊，为登山。吼、哦，较早阮阿公较早咧卖油啊，伊讲啊，吼、哦，为家己关城啦，用。行的呢，不是用车呢，用行的呢，担一担油，沿路买回来，安尼爱行几公里，现在行二三四十公里，吼、哦，安尼咱是不是去嘉义县城朱楼？我讲朱楼啦，吼、哦，较早我听我阿公讲故事啦，吼、哦，因讲去朱楼山啦，吼、哦，啊去遐打油，吼、哦，啊一边抹油，啊一边火油。火油是啥？火油就土豆油啦，吼、哦。较早也无啥物咧，葵花油、啥物咧橄榄油、啥物咧啥物油拢无啦。花生油、土豆油，过来就是抹煎的抹油。一汤是抹油，一汤是火油。火油就比如咱一般的人煮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一般的人吼、哦，有伫煮火油的人是专食素较济，啊，那无就是用猪油落去转油啦，吼、哦。猪油转油，佮有猪油泡啊。啊，猪油泡搁个南盐，吼、哦，搁个落去个炒炒的，搁会当做饭配，吼、哦，这较早细汉咱拢捌食过，吼、哦。安尼呢，伊就讲啊，为猪肉遐就开始，我那沿路行，沿路买买，等下到厝拢三更半暝，吼、哦，为一趟地里买买，甲等三等半趟，啊，按那生理较好，都买甲等三分之一，安尼就哪行哪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空趟都卖完啊，就过就爱过单。咱今日知影讲，咱这世人咧做啥物？吼、哦，阿公咧，才到八十六岁，无疾而终咧。吼、哦，哎，到尾也无咧创啥，是拢专门咧烤油草，专门咧烤青草咧。吼、哦，得互人，吼、哦，伊个观察落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就这伊迄个吼、哦，人讲较早用迄高迄乌高骨啦。吼、哦，阿家伊拢吼四脚。吼、哦，我看用足侪种物件。哦，迄种叫乌卡病，迄种伊讲医足侪乌卡病好诶，吼、哦，所以阮阿公较早伊嘛是有咧讲，吼、哦，做这药草山咧讲医病啦，吼、哦，阮老爸才有开，伊才有去读中医啦，所以阮老爸伊嘛中医失败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即嘛吼，在咧讲吼，道家有许多道理都是让人家说活得好，就是今生，今生你有感觉呢没？前世人你敢有感觉？无感觉。来生迄个畸胎，来生安怎？你嘛唔知。做咱即马咧做福，拢咧做来生诶，拢想讲靠较紧诶吼，欠一挂欠诶，阿伯好，阮遐事实吼，啊，即嘛是拢伫欠遐事实吼，啊，家己唔甘，吼，唔甘暴死，唔甘食，唔甘用，啊，再来安怎？再来食老，再来安尼吼，遐病苦，遐病痛，啊，甲做甲安尼吼，腰脊骨安尼手术几啊钉安尼，吼，啊，就连咩手术遮，连咩手术遐，即安尼拢唔是咱道家不是。像那讲修行修仙的人，他不期待
吼，后世大怕尾，伊也不期待讲吼，哦，伊的厝爱偌大间，啊，伊的财产爱偌济，他们都没有，伊是尊道贵德，吼，修道行的人，伊真正伊是无较无重视这啦吼，所以道教修行本质的意义就是咧讲，伫今生道尊贵德，吼，尊道贵德，唔管讲身体，还阁是伫咧。你的灵魂嘛爱完美，好，你今生需要活个最完美的自己，然后追求自己生活的意义，好，所以对各种的这个道教经典古籍，吼，咱会当知影，就讲啊，道教总是咧提示咧讲啊，积极面对生活，好，积极面对生活，好，伫迷茫的时阵，咱爱做到心中有信念。你心中要有信念，你心中若无信念，哦，咱人心中没有信念，不管你信佛是啥物教拢同款，你心中要有信念。但是伫迷茫的时阵，吼，一定要找到信念；伫困难的时阵，一定要知影啥物叫做物极必反，物极必反，吼，啥物叫做火极泰来，迄种道理，吼，继续坚持信念，好好生活。修是无咧空谈的啦吼，啊嘛无咧讲闲的啦吼，嘛无咧讲好，谈天说地，见讲拢讲迄个吼，天马行空的，啊做阁做未到的。神有绝对有神通，神伊的能量场实在是很好吼，因咱阿未发生代志，因就拢一直甲咱告诫，伊咧像要讲。哦，即下所有的即下，即西门即拢有够早，有够早，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一直降啊，一直降啊，就咧降到末法末劫即个时阵啊，有降到真嘛吼。所以咱就讲修来世局，吼、哦、不空谈，唔管是风水吼、哦、占卦，还是八字啦，归根结底拢是咧看今生的运势，吼、哦。真少人讲算命有法度讲吼，哦，甲别人讲吼，啊，你的后世人吼，哦，你的后世人会出世伫对搭，哎，出世伫吼，啊，哎，啥物款的家庭，外好个家庭，当然嘛有人讲风水上啦吼，无迄，就是咧讲望波即个所在，选择了哪对，哦，会应家孙啦吼，逐代拢会出现人啦吼，这是叫做风水。那风水上呢，对这个梦呢，选择好歹嘛，啊，这子孙要有德行呢。子孙，你若讲顶一代的人有德行，后一代的子孙无德行，吼、哦，这子孙就把你的风水败了了。基本唔是谈这个个人之后事后边，这拢唔是咧讲这啦吼、哦。所以咱今麦来讲元神的修炼呐，吼、哦，也是福禄的修炼呐，吼、哦，讲的就是咧讲今生今世。哦、当然啦，并没有讲，公民讲啊，道教不注重因果跟报应吗？他注重啊，为什么不注重？哦、道教特别重视现世的善恶报应，哦，那绝对是有的，道教一定是有，也就是说，今生做了坏事，在今生就会有报应，哦、各种占卜顶管。吼、哦，咱讲运转啦、规则啦，也是讲今仔日咱做一件唔对的代志，有可能十年，有可能二十年会发生无同款的结果。吼、哦，就是咧讲，唔管你安怎改变，一定是在今生就会解脱报。吼、哦，无你甲你讲个咧，吼、哦、啊，你也甲假咧，这条甲假咧，无可能啦吼、哦，叫做现世报。所以咱咧讲到道教的修行，是咧讲，互咱今生充满着对教你的信心。吼、哦，过好今生。把咱今生料理也好，你今生料理哪有好？吼、哦，你伫即马这个时阵就伫极乐啊！你即马今日来过啊，足快乐，逐天咧考试啊！吼、哦，不管好也善，你逐天都爱笑眯眯，你即马就伫极乐世界啊！吼、哦，是安尼讲，你即马就已经足欢喜啊！你即马就过了真舒适啊！吼、哦，咱一定都爱目睭开，吼、哦，安尼了后才要来极乐世界，唔是安尼啦！吼、哦，我好潇洒。来世来世的代志，今生今生爱做我好了哈、哦。有时阵呢，哈，活得要潇洒一点。哈、哦，来世的代志，来世再个讲，唔是安尼讲啦，哈，这是没想讲的啦，哈、哦。福星无量天尊，哈、哦，出门就是咧甲咱讲哦，咱今日哦要怎么做才是今生最好的？今生上好的，你即卖今生，你即卖。
活了真透棒，你即马活了真自在，迄、那个自在才是真正你的。吼、哦，有时阵呢吼，咱有了解到吼、哦，啊一寡吼、哦，咱讲人生所有的这些吼，悲喜啦吼，交集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嘛是着爱咱家己有去了解啦吼、哦，有去了解讲为什么悲喜交集，哈、哦，那都是自作自受吗？是。今天你没有去种这个因，绝对不会夺这个果。啊，你既然有种这个因，吼、哦，这个因必然是你要得来，将来一定是有的果啦，吼、哦。那咱就免想想济啊啦，吼、在山间写满文化心照不宣，深山里面拨动琴弦，天下太平当作心愿，五行八卦里写的缘，无为思想作为源泉，太极拳里打出尊严，这就是道家的语言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，感叹经文里的诀窍，还有那红尘的依靠，挣不脱世俗的圈套，你在寻，我在找，道法万千在心萦绕，不动不摇当仁不让，人生哪能没有波浪，道生一，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五行八卦里写的缘，无为思想作为源泉，太极拳里打出尊严，这就是道家的语言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，感叹经文里的诀窍，还有那挣不脱世俗的圈套，你在寻，我在找，道法万千在心萦绕，不动不摇当仁不让，人生哪能没有波浪，非常道。好，听者，感谢林厚志师兄按赞，感恩你哦。咱借几分钟的时间呢，讲这个慈莲毕生功呢，咱的香品啊，香香款素茶贡抹小盘香普莲灯，其实讲二十多冬啊，只是提醒一下，让咱知影讲哦，咱的香品，就是来支持着咱吼，喜结善缘的节目。
林厚志师兄呢，因兜的香啦、香款啦、吼供抹啦、吼，哎，差不多几乎啦、吼，拢是用慈天必生供的。吼，啊，咱呢吼，哦，道场足济啦、吼，哦啊，尤其是我足感动的吼，啊，咱的这个道场平平这兄弟姊妹吼，安尼大家呢互相烧经啦、吼，互相烧经，吼，今生道场嘛，同款足济道场呢吼，拢甲咱介绍这个香品，咱高雄。一间哦，啊，母娘的庙宇呢，吼，啊，伊嘛是，吼，对咱的香品嘛，真正真甲咱，吼，真甲咱疼惜啦，吼，啊，伊若有信徒去，伊讲，啊，恁点这香呐，拢无啥分，伊讲，哦，你要爱吗？要爱我替你叫，吼，啊，恁点这贡丸呐，才好，啊，你有想要用，啊，无，叫我半两包，你用看嘛，一包一斤呐，一斤150块，你提当用看嘛，吼，冰冻嘛有呢，吼。啊，咱的这个乡村嘛，拢有咱的孙阿姐，北部嘛足济，吼、哦。伊若得恶落啦，讲，哎、欸，我若闻到恁的这香的香啦，才好闻吼、哦。啊，恁到内底都有咧点香款，啊，香款啊，无感觉有感觉有烟的吼。伊、哦、讲，啊，这款薄的啊吼，啊，伊就提壳啊，给伊。恁家叫，恁家叫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表示讲，这个物件有受到人的信任。啊，是安怎？你信任，不是信任迷香。是九天母娘所降世的配方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工厂，咱若一届吼、哦、做一千斤，这千斤就是做慈天必生宫专用的，吼、哦，专用就是咱的配方，咱的配方可以做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的小盘香250块嘛是用灵草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的这个吼、哦、啊，咱卧香有人提供讲，叫阮爱做卧香，阮无做卧香，卧香一盒250块，哦，你听，一盒你就听用足久，卧香。啊，平常时呢，吼，这嘛是灵草来做的，吼，啊，也过来有人建议讲，啊，会当阁买阁较好的香无？讲，阮阁较好嘛，上班店，啊，上班店呢，吼，一斤，吼，500块，就是咱讲有做笑衫，有做笑人，啊，灵草是一斤350块，三斤1000块啦，吼，二十外担啊，噶只嘛，吼，啊，咱有诶孙仔问啦，问讲，啊，恁诶香品有调整介绍，讲无，吼。啊！无条件介绍啊，迄料会透无？会透较少，会透料会透去。啊，你无条件介绍，迄、那个料敢有变？拢无变咯，同款咯。因为吼，这吼是要甲道亲恁敬神，边边拢是敬神呐、啊。吼，啊恁敬佛，啊大家拢是敬神敬佛的。你甲你偷材料，啊来卖你同款的介绍，安尼对我来讲，我的良心嘛未过；对我的九天母娘来讲，我的九天母娘嘛会生气啦吼。这料是与烟雾料吼，每一个人拢会起价无唔对。但是料有拄到有前一阵啊，有孙仔甲我反映，你的香做了怎啊卡闹卡乌，先来卡乌。我讲因为落雨落伤久，迄、那个。油草青粉吼，爱、哦、讲油草粉内底吼，小可有伊日头无他讲一盖就马上缩打拍打啊，所以伊较乌是输啦。伊讲我讲烟雾料一样的，同款零污染啊，吼、哦、无污染。所以咱的香品，我敢安尼邓贤刚安尼讲，咱的物件绝对是你会当安怎，你会当安心去点，安心去用的吼。搁、哦、一项吼，都、哦就是一个师姐足笑亏，伊甲我讲安怎㖏，梅香师姐。恁迄吼印加果油，现在那蓝牛油啦，我讲哈蓝牛油，那有可能？我讲这出家人，我家己大姐，我家己第二个阿姐本身嘛来出家呢，我嘛提好食呢，他有可能蓝牛油？伊讲有啊，伊讲牛素牛油，牛油素油，啊，这唔是牛油吗？我讲唔是啦，迄纯植物诶，伊个名叫做牛素油，吼、哦。伊个就是讲牛油素啦，哈，我讲唔对，牛油树，你内底迄种植物，吼，伊个就是抗发炎呢，吼，抗发炎呢，所以对身体保养很好，吼，啊，所以讲有南这两项，就是讲啊，咱即马上侪人咧知影吼，你微网路找嘛找有，但是咱的物件甲人无同款，咱如果加一味，吼，牛树油。就是讲吼，伊迄个植物，伊个名叫牛树啦，牛树油，吼、哦，它里面是去萃取它的，吼、
伊个即个吼物件，伊有一个抗发炎的吼抗发炎的功能啊，所以讲伊南即个啥南印加果做会安尼吼，互咱咧食吼，卖讲金甲头啦，吼包括吼咱的即个啥啊，咱讲保护咱的即个血筋血壁吼，保护咱吼诶即个所有的即个腹肚内底卖有存积一挂垃圾啦。等于是讲吼，咱的即个吼。嗯，只是会筋会变清道夫，嘛是咱身体保养很好的东西。哦、所以书记讲，看到哎，牛油、树油、牛树油，哎，啊，这到底是炒下菜？我早时啊拢空白吃了。我讲我家己嘛空白吃，这不是啦，那是植物啊，哈、哦，伊个名就是安呢，不是用牛油啦。我讲用牛油我也敢吃，我家己都唔敢吃，我那叫人，那敢叫人吃？啊，所以讲很好用。你吃绝对很好，好、哦、啊！过来就是吼、哦，咱啊牛嗯诶，牛樟芝用干的，是牛樟芝用食的吼、哦，啊是讲啊，咱有个人讲三高呢，要有平衡，好、哦、三高要有平衡，就是你的体质啦，你的体质要有平衡啊，所以讲有三高宝，好、哦，伊个就是啥，伊个就是北冬虫夏草来萃取的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物件好物件，用到即卖已经一二十冬的时间啦，人。食完全无改变，足侪人食的都是伫迄个所在就食平衡三高啦，吼平衡啦，吼你让它平衡，吼安尼呢，对咱来讲啦，吼袂黏咪量足悬的，吼啊黏咪安怎安尼，啊就平衡，安尼咱自然就体力就会较有，吼啊人精气神买较好，以上这拢算广告啦，吼广告啦，吼那林师兄呢，吼伊常听即对。观世音特别打电话啦吼，甲梅香讲，哦，这段曲足好听，啊，到底是倒位啊？嘿呀吼，这种的这吼是很好听，但是吼、哦，咱有时阵呢，咱这嘛是人的有版权啦吼，咱特感觉听一段就好。好、哦，啊，送给咱吼，到那个林师兄，以及咱所有的爱听这段梵音嘛吼，普陀观世音的。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啊！吼。相照，慈悲普渡在人间。一本心经，一世缘，只为朝夕能相伴。心中。亲啦吼，感恩啦吼，即马就是要甲咱讲，咱有参加即届即秋季法会，吼要寄普品，吼啊你阿未寄啊，阿未还付的，吼爱还付，就是卡电话啦吼，慈念毕生功德服务电话5916045000啊，都甲寄等于吼，啊过来就是咱那是无寄。吼、哦、啊，即马阁延一礼拜啦，阁延一礼拜吼，尽量吼，你若要寄，就打电话，慈天必生功德服务电话5916045，啊，咱就会甲你寄，吼、哦、寄去附上互你啦吼。啊，若无咱就是整理你诶吼，就差不多送吼，又啊，咱讲啊较辛苦诶吼啊，即残障吼、哦、教养院啦吼，啊是讲一寡吼啊育幼院啦吼，啊是吼、哦、咱。有吼啊，华山基金会啦，啊是创世基金会啦吼，啊这吼基金会吼，啊是讲有需要的吼，咱会甲分配低收入户吼，会甲分配掉啦吼，一个有200几分嘛吼，啊咱前工都已经240分吼，
和咱的残障学会，吼、哦、去做，吼、哦、去替咱去，吼、哦、去做爱心啦，吼、哦、替咱去做爱心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啊，佫有差不多200几分，啊，所以讲咱的道亲呢，吼、哦、啊，如果要寄，你就打电话，不要客气，打电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人讲吼、哦，日日付出会很快乐，是吗？是，逐工若付出就会快乐。人生毋是学问大、地位高的人才会晓付出了。吼、哦，眼界就一定有每一个人吼、哦、有宽有阔，吼、哦，但是呢吼，无、哦、一定讲吼、哦，哦，就是大好嘅人，大家会晓做好事。其实，啊，善良人嘛会晓做好事，只是讲吼，伊、哦、捐500万，咱捐5000块，吼、哦，安尼，迄个比例安尼尔，爱心是一样的。啊，你讲爱心是因为伊有能力，所以会当捐较济。咱无能力，咱会当做无 A， 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。因此，咱唔免去比较讲哦，啊是安怎万招顺呐？哦，人无需要吼、哦，人生财产嘛唔免一定讲哦，就是安尼足济都有够开。像咱林厚志师兄讲，我退休十年啊吼，逐工吼9点到10点，啊较早是8点到10点，吼、哦，拢听是一个善良的节目，我拢听甲足欢喜。为什么？咱阿吴师姐嘛是同款，住海口迄边。伊呢陪伴我20几年，我拢讲，伊拢讲，因为我陪伴伊，我讲是你陪伴我，所以讲吼，人来当平安啦、度日啦、知福啦、孝福啦，吼，进而为人群付出一点点点爱心，好，对这个内心展现出诚挚的喜悦，这才是真正的快乐。哦，无论讲咧，你暗时经历甲什么款的吼，安怎？好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明天啊，依旧啦吼。啊，咱讲都较偌严重的代志，马在赶快依旧车水马龙，吼、哦，宁可笑着流眼泪，绝对不要哭着后悔啦吼，唔免啦吼。考虑一千届，不如去做一届，吼、哦。啊，又丢多一万届，不如去实践一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人呢吼，不要做华丽的跌倒，胜过无谓的惶，吼、哦，无谓的惶恐，将来你一定要感谢你自己的奋斗，你一定要感谢你曾经捌奋斗过、努力过，吼，你有解决过咱家己感觉的这个问题，面对有足侪问题，你拢有法度过关。稳定的生活是无容易，但是咱伫意料中的代志，吼，每一个人呢，吼。拢总爱有一个心理准备啦，吼，心理准备就是好也要欢喜，没有也是要平淡啦，吼，这才叫做过日子啦，吼。慈恩必生公服务电话5916045，有需要加上服务呢，咱直接卡电话59160455916045，而且祝大家吉祥平安，这部就做到这，时间到吼，再见，拜拜。积一切功德，福聚。